就是 Align Dialog。那这个 Align Dialog 也会有很多的 sample， 因为这个 Align Dialog 就是有点像对话方块，用的非常普遍，然后会用非常好用哈。那最后秀出来的话，就类似像这样，我们把它就改的也是比对啊，比对之后的话，结果类似像这样哦。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刚刚是 Toast 是底下跳出一个简单的讯息，可是这个 Align Dialog 是对话方块，它是对话方块里面呢会有个 title， 有个 message。还有一个 positive button， 就是一个按钮，所以会有三个东西必须要设定，最后把它秀出来，然后呢会去判断，如果相同的话呢，一个这个对话方块，不同的话呢会有不一样的对话方块，好，所以会有两个不一样的结果出现。那我们来看一下 ，run 出来给各位看一下，这地方我再输入一次啊，一一，那密码比对一一一，一好了多一个。按下确定之后的按比对之后的话，有没有各位有没有发现这边呢？如果不相同的话 ，title 就要出现比对失败，好、哦，密码不相同，最后一个确定的按钮，三个东西。那如果相同的话呢？按确定就再一次哦，一一一，比对，比对成功，这是 title message button， 确定又回去了，哦，这样子。那如果因为我可能这个大家应该已经差不多饱和了，所以哦，我就把程式码放在这个地方，变化二的部分哦，有兴趣的老师们可以看一下哦，可以看一下，因为这部分的话呢很重要，平常呢哈、哦、常常会用到这个东西。那怎么去操作，可以透过这个范例来了解哦。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 ，OK。啊，这部分也是一样，有可能啊，下午有可能是 Toast， 也有可能是 Align Dialog， 我也不确定，我也不知道哦。